螃蟹是一种甲壳类动物，经常出现在餐桌上，十分的美味。但一般我们吃的螃蟹个头都不是很大，而且螃蟹的种类繁多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椰子蟹，会爬椰子树啃椰子，它属于寄居蟹的一种，体型非常大，能够长到1米左右，是陆地上最大的节肢动物，特别是它的大钳子十分的强壮。那么椰子蟹有多猛，狗狗都不敢招惹。一只椰子蟹在地上玩耍，狗狗见了虽然很好奇，但不敢轻易靠近，毕竟被夹一下可是非常严重的。没一会儿，椰子蟹竟然主动出击，非常的凶猛，不断地对狗狗进行挑衅。可狗狗实在是太怂了，毕竟头一次遇到这种生物，最后甚至在地上打滚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为了看看钳子的力量，一男子还找来了很多道具，把笔放进去，轻轻松松就被夹碎了，比剪刀都锋利，宛如一个大力士。大家有见过？